炫，我觉得啊，台语是我们的母语，很重要，你觉得呢？当然重要啊，那你自己台语讲得好不好？说真的，我台语还真的不怎么样。那学啊，我还想真的下定决心去学。那你要怎么做啊？我去当志工。哦，那个义工嘛，对对对，我去当义工。那这个义工啊，我觉得他可以去亲近人，对。然后如果遇到可以就是会台语的，然后又可以学，很好，很好，不错。那我觉得啊，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啊，马上就接到任务了，那我肯定举双手赞成。很好啊，很好啊，不错。对，那我去的时候啊，那我遇到一个阿嬷。对，那我觉得我用闽南语跟他介绍的话嘛，那我会觉得比较亲切。好，那你怎么跟他问好呢？阿嬷你好，很标准啊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啊，我就想说啊，我要打一盆水帮他洗脸。我就说，阿嬷你有水不？你水不？你在跟他开玩笑吗？没有，我就说阿嬷你有血水不？水那个。water 啦，哦，你还绕英文，你要说嘿是醉啦，不是水醉啦，丢了。后来啊，我就跟阿妈说，我啊去厕所啊，帮你打一盆水嘛，我就把毛巾拿出来，然后我就想说去就是去帮他洗脸嘛，然后说阿妈，我今麦要咖喱擦米哦，擦米，可是啊，阿妈就回我说。我即马身体无好，袂当食咸的，吼，太咸太油了。可是说，唔是迄个炒米啦，是刺边，刺边。哦，对，我说脸啦，擦脸。他说，他才回我说，哦，原来是擦脸。对，然后后来呢，我才弄好。结果呢，我一出来，我就说完蛋，糟糕了。哈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就看到阿嬷在床上啊，一直喘。然后呢？救他！我就想说我要去救他。我就看到床旁边有一个那个氧气罩，氧气罩，然后就跑。我就说阿嬷，你起码卖紧丢，我好你勇气。哦，这时候紧急时刻需要勇气的。哎，不是勇气啊，氧气，我讲错了。好，氧气。我说阿嬷，你起码紧吸气耶。哈？冰兮兮，你叫去，不是啦，我那时候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嘛，我叫他吸，然后阿嬷就一直指着我，立的，哦，他应该被你给气死了。没有，人家现在好好的，那好了之后，可是自从那时候以后，我就没有再见到那个阿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被那个社工社开除了。如果我是单位，看我一定也开除你。哎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哎。所以人家都说以后不要跟我讲台语，因为都听不懂。谢谢。